技术创新和品质优良著称的广州科奇，针对服装 T 恤、单边门襟、双边门襟、开一字带等各种门襟缝制存在的难题，研制出科奇电脑门襟缝纫机科奇杠 A02， 专业化全面解决缝制门襟因手工缝制易出现皱褶等各种难题，摆脱依赖熟练工人，普通人只需花20分钟就学会简便操作，自动化完成一次性缝制和剪裁，见证事实。启动微型计算机控制，智能触摸屏显示简洁程序，点击中英文语言选择，有2个标准模式，单双边门襟解决方案。若要制作双边门襟，选择模式2。进入模式2操作界面，各种功能及需要制作的双边门襟尺寸及参数一目了然。点击镭射灯开关，然后点工作启动。取前幅到镭射灯标线下定位摆齐，并配对门筒，密封无槽可移动砧板条专利技术，保证布料顺畅整齐移动到平缝直驱缝纫机头下，每批次仅需脚踩开关一次即可完成多件门襟加工，高效3轴连运，在行程范围内前4幅进行缝制，2处镭射标线定位，精准锁定待加工面料摆放位置，使操作员在等待设备自动缝制及剪裁时做好待加工面料标准摆放准备，自动收布器提高效率，每件双边门襟完成约26秒，每小时能轻松完成231件。世界首创专利技术，双轴结构的单双切刀可安装选择，下刀数字控制位置，运转平稳，磨损更少。每年每台设备可节省5个工人工资、保险及住宿等约8万元，高产能降低设备投入及损耗等约15万元成本，一年共节省约23万元。科奇电脑门襟缝纫机专业为您轻松解决缝制门襟难题，提高产能，节约成本。